经济状况或者方向感到乐观还是悲观？悲观。几个说好吗？乐观的。哇，这样进错地方，还很多的。悲观的，这个是坦白的问题，不是一个我不会啊。跟你加税，如果你讲悲观，好像有点三分之一乐观，三分之一悲观，三分之一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。